大家好，我是杰森宇，欢迎再次收看杰森宇动画心得。今天要聊的是这一部《Kaiju Girls Black》，还是老话一句，在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的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并打开小铃铛。B 站那边只是可以关注加三连，支持一下 UP 主。加三你以及海军妙秀。现在简单讲一下《Kaiju Girls》这个企划，《Kaiju Girls》就是把 Ultra Kaiju 量化，并推出一系列小说、动画、漫画等产品。在2016年推出一部泡面番《Kaiju Girls》，2018年则推出泡面番第二季。好，让我们进入《Kaiju Girls Black》。《Kaiju Girls Black》是2018年11月23日在日本限定上映一部动画电影，企划由谷执行，动画制作则是由动画公司尤尼塔承包。这部剧情大致上是普通高中生平贺户月 （Hiraga Sasuke） 这一次意外觉醒皮卡丘自己能力后，跟侵略组织 Black Star 相遇之后，发生一连串故事。剧情上虽然非常简单啦、但这部简直全是笑点。这部应该是我看了《Our Girls》第二部从笑到尾的动画了。剧情几乎都是聚焦在 Black Star 的日常无厘头互动上。之前泡面番主角 Girls 只是以配角形式登场，每角色个性都非常鲜明。接下来杰森宇将一一介绍这四位主角。首先是首领 Black Sire， 本名未知，是极度自信，做任何事都会失败，且不小防住肺癌才。能力有预知、催眠，还要从欧派中掏出催眠道具。话说这是怎么放进去的啊？喜欢 Rap 的美，本名未知，是吃货外加抖 S 属性，喜欢看 Black 讲，陷入各种困境，有时还要把整个过程录下来。能力有溶解 E,Nova, 本名未知，是神秘，喜欢打电动，外加抖 M 属性，据说以前是个神秘组织成员啊。能力有可以无限伸长的触手，还有幻觉瓦斯，也是触手 play 的部分啊。皮卡莎，本名 Hiraga Sasuke， 是个性善良悲观，不算交际，也不算拒绝别人的好人个性。能力有 Dark Zone， 这招只有在极度消极的时候才会使用。他虽然是以支配地球为目标，但每天做的就是吃饭、逛街、打电动、睡觉。另外 Girls 则是沿用泡面番的设定，看起来每个人校园处理相当好，剧中很多本家彩蛋，还有一些隔壁中差棚的吐槽。个人最喜欢的部分是 Black Star。前奏 Girls 基地，虽然在看的时候会被 Black 讲捏一把冷汗，但看遭殃还是很想笑呢。再讲一下动画制作方面，怎么说呢？感觉渊谷最近动画越来越好了，不仅作画优良，剧中很多场景都大量还原现实，可说制作组非常用心了。最后来讲一下声优阵容，这次 Girls 只会把 Windam 换成 Bloom Star， 那就是把 Yulisi 换成艾美，不是 DD 艾美，是早上艾美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位，其他只是请了泡面番声优来现身。Yulisi， 除了刚刚说过的早上爱美外，还有饭田理惠、伊豆利后、顶外奈、Suzuki 艾娜、泽井清空、Doki Sora、加藤英美里、Gato Emily、五十岚裕美、Igarashi Hirumi、潘惠美、韩美谷米、周方彩华、Sawa Aga、三森林子、Imori Suzuko、还有松田丽护、Masuda Lisa， 啊对，有大叔的大爷。欸，你们开始楼梯耶。Black Star 部分则是 Black 酱。新田日和、伊塔希尤里、希日巴、高桥未奈美、塔卡哈西米拉米、Nova、石原夏之、伊西哈拉卡奥里、皮克萨、巴姆有纪、雅基尤基。这部主题曲《东奔西走》也是这四位献唱的，片曲则是石原小姐唱的。因为这次也非常荣幸请到小仓唯、奥克拉优衣桑两位假性感叹作来配音。虽然在剧中只有最后出现，但表现着实是一大看点。重点是他是个萝莉啊！这部声优阵容几乎一线声优，声音方面可以在宣传上比较快打入宅宅市场。不过有些声优也辛苦了，尤其会在去年还有一些 live 之类的活动。总结来说，不管你是不是怪兽迷，都觉得会让你从头笑到尾。重点是有大量妹子啊！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，并把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是杰森鱼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